佛教智慧故事。杜顺和尚为唐代高僧华严宗初祖，著有《华严五教指观》《华严法界观门》《华严一乘十学门》等华严修行指南，并曾为唐太宗治愈病痛，被唐太宗御赐封号为帝辛，因屡有不可思议的神迹示现，深受世人敬仰。何事？师父，大师兄执意要去五台山拜见文殊师利菩萨，都收拾好行装了。台山里土坡。师父，弟子终日闻法诵经，略有体悟，然而佛法深远，许多困惑仍无法解开，因此弟子希望亲自去五台山拜谒文殊菩萨，请求菩萨慈悲示现，以解开学法学经上的疑惑，岂能究竟了悟。阿弥陀佛，顿悟与见悟本是殊途同归，你又何必执着于此？非是弟子执迷，弟子自幼跟随师父学习华严经，如今遇到瓶颈，弟子认为想参透华严经，就应该朝礼五台山，获得文殊菩萨开示方可，请师父准许弟子离开。文殊菩萨开示，你既如此说也罢。我问你，法界三观你学得如何了？法界三观分别是真空观、理事无碍观和周遍含容观，弟子一直谨记于心。既是记得，那便去吧。下山之后，可否顺便帮我把这两封信送达一下？是，弟子一定送到。师兄，师兄你别走。师父，您别让师兄走。哎，师兄，您就留下来吧。师兄，跟着师父学法，渐渐体悟华严之道，不也是一样的吗？阿弥陀佛，走吧走吧，去到外面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师父，弟子已收拾好行装，今日便与师父及师兄弟们告辞。啊，游子慢伯伯，台山里土坡，文殊指这是何处觅弥陀？蝴蝶蝴蝶，我终于不必每日黄卷青灯吟诵不止。小蝴蝶，若我得到菩萨开示再来找你，祝你跳出轮回之苦，岂不美哉？怡红院前面就是，不过你一个出家人去怡红院做什么？哟，那个和尚想去怡红院。什么？那可是有名的青楼啊。不是，我师父要我去那里送信的。你师父是哪位？怎么让你去那种地方？贫僧的师父是终南山的杜顺和尚。哦，原来是那个高僧大德。啥？就是那个曾将鞋子放在城门前三日三夜无人盗取的杜顺法师？没错，他曾说过自己在无量劫以来不曾拿过别人一草一木，所以他的东西也没有人会偷。那是一位高僧啊，他怎么会？你莫要以常理去揣测大师的境界，高僧自有高僧的道理。法师，快快去吧，提起杜顺和尚不会有人猜忌你的。师父虽名声远播，可我的志向是参拜菩萨。哼，圣斗小民目光短浅，岂能看出菩萨神通远远超过师父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师父居然要我去青楼送信，那种烟花之地怎么是出家人应去的地方？我得赶快把信送到，也好去见菩萨。你是来给我送信的吗？师父一生精进修行，怎会认识这种风尘女子？真是罪过。阿弥陀佛，文殊，
我知道了。观音，我事情办完了，要走了，你也跟我走吧。观音，这怎么会？这我可就想不明白了。师父称呼青娘子为观音，可青娘子是个妓女呀，怎么可能是观世音菩萨？师父平生从不妄语，莫非那个女子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化身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？观世音菩萨都能化身青龙女子，那这一路的百姓岂不都有可能是佛菩萨？可佛菩萨怎么会屈尊变成这群庶民百姓？哪一个是菩萨，哪一个又是凡夫俗子？我可不能怠慢了菩萨，影响我的修行。真空观便是参悟平等之空性，明灭妄情所见之事相。没错，既然都是妄情之见，我又何必庸人自扰？诸佛菩萨与凡夫俗子，我平等对待即可，这便是真空观。二位施主何故如此？法师来得正好，你给我们评评理。我给这个家伙打工，这个月多出两天工，他却不肯多付两天工钱给我，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别乱讲，当初说好了工钱按月支付，你多出工了也是在月供里面，红口白牙法师在此，你敢耍赖？好了，二位施主，区区两天工钱何须当街争执？当年我师父供养500僧人，只用了300人份的斋饭，无人有半句怨言。钱财只是身外之物，缘起则至，缘减则无，执迷于此却浪费了大好时光。供养500僧人却只用300份斋饭，莫非法师您的师父是？莫非您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杜顺和尚之高祖？阿弥陀佛，贫僧正是杜顺和尚的弟子。难得难得，想不到今日见到高僧，那工钱是我应付的。这是你的两日工钱，我岂为争这3-5个铜板？我只是心怀愤懑而已。经法师开示，我已放下执念，这钱咱们还是供养法师吧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此行并不为化缘，二位施主若是有心，可将这钱供养于寺院，广积厚德，岂不美哉？好，就听法师的，我们这就去供养寺里的僧人。没错，平民百姓都能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便可成佛菩萨，大家都一心向善，便是我等出家人的大功德。我已深深体会了真空观，若去五台山见了菩萨，菩萨定会欢喜。对了，还有一封信是给朱老母的，我要加紧行程，好能早日见到菩萨。不，这不可能，师父，这不是在戏弄我吧？不行，我的事情办完了，要走了，你也和我一起走吧。朱老母，普贤菩萨。这真的是普贤菩萨？怎么可能？不，我要冷静下来，用真空观来泯灭妄情所见之。哎呀，可这怎么解释得通嘛？哎呀，所谓理是一真法界之性，所谓事乃一切世间之相，理事外观即是万象差别之事相与平等，无差之理体相互圆融。法界之性与世间之相秉然而存，圆融无碍。既然法界之性与世间之相能够圆融无碍，那么诸佛菩萨的无上妙法自是可以自在随意，我又何苦执迷于表象？普贤菩萨，弟子肉眼凡愚，想不到菩萨竟然化身成一头……罪过罪过，弟子实在不知。可这……哎呀！我还是放不下庙堂之上日夜供养的菩萨圣容。不行，万不可玷污菩萨，弟子告辞了。青娘子，朱老母，
我虽深信他们都是菩萨化身，心中却对他们的形象无法释怀。不，佛法神妙高深，这已经不是我的修为可以释怀的。我要见菩萨，我要求文殊菩萨指点。真空观，理事无碍观。哎呀，我还是不明白，猪和妓女可以是菩萨，那么万事万物岂不皆可化为佛菩萨？究竟是佛菩萨就在这万事万物之间，亦或是万事万物无一不可成为佛菩萨？我真真切切看到菩萨随心所愿游戏人间，可我心中却始终对菩萨的形象耿耿于怀。我的修行太过浅薄，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其中道理。文殊菩萨，请您开示弟子，让弟子顿悟这种种谜团。法师既然已来到五台山清净之地，自应了却心中烦恼，又何故闷闷不乐？老施主，贫僧来自终南山，是杜顺法师的弟子，只因每日除了耕种收获，便是吟诵华严经，实在是学无致用。贫僧自以为学有小成，便离寺立志来到这五台山上，没想到这一路上所见所闻十分奇妙，所学经典无法解开心中疑惑，于是希求拜谒文殊菩萨，请菩萨开示弟子。哈哈哈，原来你是那杜顺和尚的弟子。愚哉愚哉，你师父杜顺和尚便是文殊菩萨。你被尘世的万象蒙蔽，双眼看得不够深切，却千里迢迢跑到这五台山来舍近求远，何其愚钝。什么？我的师父就是文殊菩萨？如此说来，我临行之时，游子慢伯伯，台山离土坡，文殊指这事何处觅弥陀？游子慢波波，台山离土坡，这五台山居然只是土坡。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便是师父常说的周遍含容观，是向一遍含容一切法界。故一与多相互圆融无碍，大小相含，互摄互融又无碍。佛菩萨的法身不可思议，无形无相，无与伦比，为众生显示诸种形态，随应众生心而显现。诸佛菩萨与万物有何分别？一念顿悟，五台山与废土残坡又有何分别？一切就在其中，一切相生相成，相互圆融。我悟到了，老施主，我悟到了。啊，老施主，菩萨清凉月，游于毕竟空，免之精进，垂光照三界，心法无不现。这正是华严经的。师父，您难不成走到外面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？原来师父一直在开示我，可我却执迷于五台山，错过了师父的教诲。师父，弟子已收拾好行装，今日便与师父及师兄弟们告辞。深斗小民目光短浅，岂能看出菩萨神通远远超过师父？师父，弟子悟到了，您听到了吗？弟子悟到了，师父，师父啊！善哉善哉，杜顺和尚于义善寺释寂，享年84岁。杜顺和尚为文殊师利菩萨的慈悲化身，宣扬华严经宣旨而起华严一宗，宣说法界缘起，因果圆融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的通融思想，并提出法界三观，以阐述博大精深的华严经内涵，为后世汉传佛教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影响。贫女乞食。相传在南北朝后魏时期，五台山上有一座灵鹫寺，每到阳春三月，一例都会开无遮大会，无论出家在家，无论僧俗四众，男女老少，富人还是穷人，甚至是乞丐，都可以平等参加，一起享用斋饭。他是谁？不认识，八成是来这讨吃的。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喜欢占便宜的人？就算人家四月不缺供养，也不能空着手来白吃白喝呀。
赵员外，请到斋堂里面坐。多谢小师傅。师傅，我们没有多余的钱财，这些蔬菜请您收下。多谢两位施主，你们那边请。请，施主请。施主您。师傅，我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只有这些头发供养三宝，请您不要拒绝。这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您请那边坐。小师傅来了。赵员外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我早上还没吃饭，能先给我准备一些吃的吗？您稍等，我这就去。师傅，我还有急事要到别的地方去，能不能先分一些吃的给我？这不行，还没到用斋时间呢，不能破坏了规矩。为什么那位老爷可以先吃？你说赵员外，他可是我们寺院的大施主，每年供养的钱财不计其数。众生平等，怎么可以有贵贱之分呢？这总之不行，你再等一会儿吧。小师傅，我真的有急事。你们为何在此喧哗？师傅，这位施主说有急事，想提前用斋。请问施主，您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来的地方来。看来他也是一位修道之人。大师，请您大发慈悲，先分一些吃的给我。好，就依施主，去拿三份食物来，分给女施主和她的两个孩子。是。请等一下，我的这只狗也要吃一些东西才行啊。我们斋会只给人提供食物，不给畜生。众生平等，没有人我分别，难道人畜就该有分别吗？施主说得对，去给这位狗施主也准备一份食物。是。请等一下，我的肚子里还有小孩，也需要分一些食物来吃。女施主，你来这里求出家人不食斋食，却如此贪得无厌，是何道理？你肚子里的小孩根本还没出生，难道他也能进食？你再三索求，无非贪恋美味，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？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底甜，三界无着处，只是阿世闲。众生学平等，心随万境波，百骸俱舍弃，其如爱憎合。我刚才胡言乱语，得罪了菩萨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求菩萨恕罪，求菩萨恕罪。大圣，愿您垂示真正的平等法门，也好让我们一心奉行。持心如大地，亦如水火风，无二无分别，究竟如虚空。我有眼不识真色，学佛修行数十载，明知有平等不施之心，却控制不了自己心识的波动，随着境界而流转不停。明知要舍下这个外在的身体，无奈心中仍然存着爱憎之心。亵渎了菩萨呀！去把刀拿来，我要挖出双眼，以赎罪过。大师，您别这么做。是啊，挖了双眼也于事无补。赎罪的方法很多，你又何苦出此下策呢？师父，弟子瞒着您，我按照大众供养财物的多少而分别对待。要是您自挖双眼，弟子岂不是要以死谢罪了？也罢，你去把菩萨供养的秀发拿来，我要修建宝塔供养。明朝万历初年，圆广法师接任住持，为了要重新装修宝塔，在塔下掘出大士的圣发，发色变化不定。这座宝塔现在矗立在五台山大塔院寺的东侧，以戒后世。
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